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K， 这里是摆渡人船上，让我来告诉你们传奇故事陈星浩的命运，所有幽灵猎手的日记位置吧。这次的日记都在同一座岛上，只是这座岛的地形有点复杂，但只要掌握该从哪边走比较快的话，日记就不难找了。我是 TK， 下次大海见咯，拜拜。